喝好吗？我被推哦。嗯，好，来喽。看，我看这几天去草皮。我看。哦。好了，没在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、オークリーン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玉成，就是我今天接到业配了，你看。哇，这么好。对啊，这上面怎样？太正点子。UV 上面。UV 瓦许。瓦许，这是光离子除霉清净机。除菌的、啊。除霉、哦，你看着念也念错。因为我们坐中古车，哦，其实车上有些会载小狗啊，一些动物啊，或者是抽烟啊，或者是老狼有老狼舔啊，对吧？泰山有泰山的味道、啊，对，科比有科比的自己的味道，有些人不喜欢，所以你看这个他就寄这个给我们试用，这没办法嘞，这台湾这周哎嘞，我们要支持我们自己台湾自己的品牌，它叫做宝可林，不是啊，它是宝可林生技公司做的 UV Wash，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试开好了。有时候照片跟实际上不知道照片对差很多，可是这个应该看起来就是应该不会差太多嘛。哎，这他上网他登录可以保护，要保护哦。对，就这样啊，真的跟照片一样啊，就这样。你要拿倒立的样子，这个就看到那样，就那样，一般啊这样就插着啊，对吧？哎，好，但不可能是这样而已啦，泰山。他那插的，就是给他撇那香水啊，你啊，他一定要插电啊。你看他附了两组啊，一组就是你看一个头嘛，插在主机嘛，这一点 USB 可以充电的，就可以就是可以放那个豆腐头那种东西，或者是哦，我们车上车充是这个是应该我们用这个啦，这台也没有那 USB 的插头，就用这个直接插去。现在安装很快啊，因为它这个就是直接插上去而已，对吧？哦，就是对着冷气孔这样，对，哇，冷气孔就对个十字这样插上去就好了。这很简单嘛，这几回跟八十回应该拢要用了吧？几回应该没有，好几回。耶，现在天才很多。我有嘞有嘞，哪里？你要看啊？哦，它有亮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没亮，我想说哦，有亮了，有亮了，有了有了。我记得他说这个好像几瓶里面有用，二到三瓶。我一台车不到一瓶。哎，如果你说二到三瓶呢，我自己的房间、客厅也可以用啊。这个就很简单嘛，这里手机充电嘞，个插了，都豆腐都插好了，插在家里也可以用。它有三种东西啊，它有光波，还有臭氧跟自由基。哎，你看看它有没有味道？有那种是不是有有点臭氧的感觉？今天啊，我们有臭氧机，臭氧机其实就老实讲的，它出来的味道就是蛮臭的，那种臭味才可以杀菌，所以它是有的，对对，一定有的。这个哈、哦，应该在车内一定要把窗户关起来，让它去除会比较好。对 啊，这样我们知道哪知道什么效果好不好？哈、啊，你告诉我，效果丢啊，对啊，这样我们怎么试？怎么试？我跟你讲，我偷偷跟你讲，泰山有试过，他去买什么啊？他买臭豆腐，买那三妈臭豆腐，在车上自己吃。嗯，他都有实验精神了、啊，你可以看加布西亚这样。你吃东西可以找我，没关系啊。好啊，对啊，我现在就来找你。找我什么？你买了什么东西？我买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这个也是可以开箱的、啊，你看一下。可以吃的、啊，冷冻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内幕了，我就给他。我靠！听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最臭的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虽然我没有什么知识，可是我有看电视。看电视。对，我知道。还有我有准备的，你知道我准备了很多东西吗？我也准备啊。你也准备了、哦？我帮你准备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史上最艰难的一次。哦、这個、钱真是很难赚，真的难赚。你看我准备了什么？第三张，这些红魔，我刚标题，哎、欸，你看不值，你看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次是特别专准备的护目镜。之前有一集他说护目镜没有带，哎、欸，不然啦，我们打开之后啊，对，啊，上次小时师傅，不然请他吃，请他吃，他也不要吃，可能他已经不吃的啊，到时候最后一定又是啊，我们猜拳有没有？猜拳输的、啊，上次输了，他要赌他吃啊，哎、欸，里面水水的。好可怕啊、哦那我们去整装好了，好可怕、哦。好了，我们着装一下。哦，你还没看引导哎？还看引导啊？我大家拢安尼好啊，你看。啊，对，少一个，少一个有啊，我准备了一对啊。啊，这多大？我摸一下。你摸。哦，你马仔亏钱啊！你干嘛你难摸？你等一下都知道我中午吃什么了。
等一下就吐出来。对啊，你就知道我吃什么了。要关门了，关门关窗。欸，你管那个有盖子开关器？等下开了哦，口罩先拿下来摸一下。不是不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好，我应该看过诶，知道吗？我没开哦。哦，来喽。开。哦，干！这操作！哦靠，没过敏点啊，就操诶。啊！不能外气我啊！耳机有味道？有啊！我靠！我靠呗！啊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不想看。没事没事，就是我一定要把它打开看。是啊，这个真的可以吃吗？哦，你有闻到啊？我不敢呼吸了。有闻到吗？有啊不。啊、这就臭掉了鱼啊！看不掉，看不到，很小心，等下变酒。哇，闻久了还好啦。卖卖卖，卖啦！冷气要关掉了。我看这几下是草鱼。哇啊！好了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就好了、啊。现在味道应该有出来吧？车上应该都有味道。你小心一点，不要喷到车子里。不行。不行不行，给我接。好了，可以。要吐的感觉。那我一样，你要皮衣服接，有时候没有，可是有时候那一上来的时候，那真的超恐怖了。然后阿呆，你要吃？人家可以挑战吃看看的。对，你要。你要柴犬吗？柴犬，要不要柴犬？敢不敢？敢不敢柴犬？我敢啊！敢不敢？敢，没害怕，没害怕。他想吃耶，你要叫他过来。还好你们敢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敢嘛？我不敢，我退休。哇，要收完啦，怎干呢？哎，哦，这啥？这飞鱼啊。飞鱼是啊，原住民那里来的哦。哦，啊，我被夹不？有啊。你要猜拳？这个今天啊，我话在说什么？好了啦，这样。欸、我在流冷汗。好啦，那就放着、啊，先放着。要、欸、放没有？你要拿出来啊！这个味道已经在里面了，我们拿出来让它试看看。已经有啊？你确定里面有味道？我觉得有啊。熏一下吧，再熏一下。给它放个30分钟好了。好了，好了、哦，那再放一下。好、哦，放个30分钟，放置。就放着吧，好啊，放个30分钟。好，我们冷气先关掉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猜拳哦。先撤，是不是真的？先熄火，不然它，你看一个撤，一个除，刚刚没了，是吧？先把它拔起来，对，先拔起来，先拔起来，没有那亮了哦。对，先拔起来，好，好，先这样。哇塞，我去生死关走了一回了，啊，它棒啊，抓出来，太臭，快啊，我快吐了，快去了，快吐。对，快去了，快去了。好，还什么样爽？还爽。我手已经洗三盖，我靠。洗三盖。哈哈哈，都有味耶。心理作用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啊，重点就是我吃落去了，咩爽？啊，我即世人拢迄个味耶。即世人。啊。也不一定是你吃啊。哦。因为我头开了底了，就撞到我的手，你看。哦，我好烦，我靠。那瞬间就撞出来哦，就恐怖。对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人间美味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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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大波浪有啥物好惊的啦？有嘛咧？对不？我即马才开。大波浪，你惊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哎、欸，你妈跌落来啦！跌了，谁修谁扫地板的咧？你讲啥？那、啊、怎么处理这一罐？对啊，怎么处理这一罐？吃掉啊，怕剩。吃掉。哎呀、啊，你等下恁娘见娘娘的，吃掉了，我无爱代志，我正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发动吗？要，要发动啊！现在要来。插机器啊，那插机器，你要看冷气哦，内循环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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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这个没有那种画面，你知道吗？咱刚刚出来，知道？哎、欸，你刚才好了，这届吼留言可以来试闻，我们一个我都把保鲜膜包起来，都给冰起来，啊，哇，你往那边嘛，这老姐你生意管你管。
好啊，让它发一下。哦、发多久？应该没那么快，那么脚台。这个、啊、这个味道真的是超级臭的，可能要煮蛮久的。我们让它发一下，對對對對，让它发一下。好、啊、的、啊。好，它成分只有三种东西啦。好，再讲一次。不止啦，不止啦，看。哦，不止哦、喔。嗯。哦，对啊，你看，哦，它有光波、臭氧、自由基。嗯。哦，可以清洁空气，提升那个防疫能力。好，这有通过 SGS 的检验，这是购买啊，这是购买可以透过这个连结，下面下面，好下面哦，下面可以连结，通常是要2000多块，通过这次两个礼拜内1000多块就可以买到了。它可以除甲醛啊，那些有的没有的。哦，甲醛，甲醛是啥呢？哦，嗯，甲醛就是咱油漆鬼黑甲醛，嗯，黑加不能比的逻辑啊。哦，这个一台啊，可以用1万个钟头，1万个钟头是什么概念？你知无？什么概念？我一盖处理30分钟，你拿处理几盖啊？我你算，你算啊，我算，你算啊，可以处理几次你就知道了。对，再换第二台这样。再晚一点我们再看看。对啊，它到底味道是怎样？赶快休息一下嘛。剪刀石头布。倒杯啊！哎，不要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哎，你们三个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。去跟我嘞。太闪！是你们两个，怎么每次都是你？我觉得没我的功夫嘞。各位，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都是你！每次都是你。干活吃一点点料，叫你快。爱在不？你去落地不？你放前面，前面，前面就好。干！还是要好，泰山先吃。哎，加满豆腐啊！哦，好吃吗？很咸，很咸的。那他为什么那么痛苦啊？失望，没有好了。啊，你不会臭？我还好。他进嘴巴比较臭。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猜拳啦！还有啊，猜拳完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オークリーン。哎，那个瓦固吗？一个小时吗？有那么久？有啊。加闷还是加吹而已。加闷，加闷加吹大概一个半小时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第一，我们可能更臭，可是没有，真的很明显。刚刚那个打开一闷，那个气体就冲出了，其实这放了一下就有差了。对啊，真的有差啊。最少可以待在里面。而且我们是开内循环嘛。对啊，内循环。内循环那种。刚太冷了，我马上故意转不要那么冷。所以你看，真的有差哦。这个除臭，你看，哦，它这最少这样。现在疫情也对，但你看，它也是说防疫力啊，对吧？这个还不错，除臭了，从主要去除臭，房间，嗯，哦，房间也可以放一个，因为它可以这边我刚好看了啦，啊，0.5平到3平，你开在那房间有3平吗？有，有吧？啊，最少它可以1万个小时。没有，没有，你可以加两个啊，插一点冷气还是电风扇嘛。假设你房间这么大，你一个在这边，一个这边，对啊，这样就可以除到整间都是的。啊，这个又方便。假设好开男朋友的车，把下来放到男朋友的车，嗯，他是开到哪里就可以随时期待啊，对吧？这个还蛮方便，这样拔了就走了。我刚刚应该放在鼻子旁边，这样比较没有味道。那个电怎么来？那个啊，拿个电霸，不用电霸啊，那个随身电源的话，哦，哎，对啊，它有那个嘛，对啊，随身电源插着就可以这样 USB 头，对啊，就可以插随身电源，这样就比较明显要充电了。这个材质啊，太阳晒它也不会放出毒气啊。嗯，它对这个材质应该它不会变，对，变成那种，也不会说环保材质。有些环保材质哦，黏黏的啊，这个是不会的。其实如果假设今天在开车吧，窗户摇下来，用外面的风吹吹，应该会更快。先把味道先弄掉，因为刚刚我们是整个把它关起来的，哎，对，是密闭式的，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要实测啦，所以要测这个真的蛮有用的。喜欢的赶快哦，2周内可以打折，本来2000多块，现在算你们1000多块而已。但是真的，你觉得有用吗？有啊。真的有用，应该有啊，因为刚刚那么浓，现在真的是比较淡的啊，只是还是要时间呐，它没那么快，欸，那个味道真的是，欸，世上第一名的臭，欸，好了，啊，继续让它再用一下，好，多多支持台湾做的产品，嗯，对啊，
台湾才会越来越强大。我刚刚也看人家这诶，真正制造台湾，它原厂保护十二个月，可以了，可以深呼吸了。喜欢的可以再分享、留言、开小铃铛。语无伦次是不是？吓到语无伦次，吓到了，真的是。好，记得哦，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心小铃铛哈，多留言，我可以做更多的影片。你看这个都可以做了，那个什么飞鱼那个都拿来。那个没有业配啊？对，那是没有配，我只是说那个竟然还弄得到，我真的开心。那打死我也不会去买，本来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干嘛。好，为了这个，因为有时候你看这样好了，用臭豆腐，有些人说很香啊，对，类似这样很香啊，没有臭嘛，对。那、啊、有些说你说啊，臭豆腐也不一定很臭，也觉得很香啊。对，台湾人来讲都可以接受，所以用抽烟也不好，我们用这个来实测也不错。好、啊，我们就先到这边了、啊。对啊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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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有点倒退哦。有倒退吗？有。你要吗？换你吧。不怕甜的、啊，好。好。好。不要跑了。